北京时间8月10号10时35分，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林克航天在位于青海省茫崖市冷湖镇的火箭基地进行公里级可回收火箭 RLV-T5 第三次发射及回收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回收试验飞行时间50秒，目标高度300米，实际飞行高度300米，落地精度7厘米，滚转误差小于30度。林克航天创始人胡振宇表示，此次飞行试验的各项指标均刷新了此前林克航天可回收火箭试验的记录。据介绍，林克航天公里级可回收火箭 RLV-T5 是目前中国国内体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可回收火箭。该火箭主要用于将来亚轨道可重复使用火箭和入轨级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先期技术探索，具有技术新颖实用、试验成本低廉、可重复使用次数高、可快速迭代等特点。当天，林克航天 CEO 楚龙飞还对外公布了百公里级亚轨道可重复使用火箭，代号 RLV-6，预计最快将于2019年年底完成全舰总装工作。